世界上最稀有的血型，Rh 阴性血型是世界上最稀有的血型。人的血型通常是由红细胞表面某些可遗传的糖蛋白及糖链构成的抗原决定的。截至目前，像这样的血型系统已经被发现有超过三十种。比如，大家最为熟悉的是由 A、A、B、B、O 组成的 ABO 血型系统，而 Rh 血型系统是以分类的红细胞血型系统中最复杂的一类。 在 Rh 系统中，如果红细胞表面含有抵抗原，被称为 RhD 阳性，反之则称为阴性。已有的科学研究发现，RhD 阳性的人群占世界人口的绝大部分，RhD 阴性是非常少见的。比如在亚洲，超过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人为 RhD 阳性，只有不到千分之五的人是 RhD 阴性，因此被称为“熊猫血”。